蔡凡熙从背后深情环抱安娜。 EMI 提供，记者杨兴汉台北报道。安娜拍摄新歌 MV 邀来影坛小鲜肉蔡凡熙跨刀担任男主角，配合剧情内容，蔡凡熙从背后环抱着安娜，让安娜羞称第一次被男生这样抱，很害羞很紧张，只让凡熙哥哥笑起来很可爱，但不知道爸爸看到会怎么样。年仅17岁的安娜碰上20岁的蔡凡熙，蔡凡熙笑说，很少遇到年纪比我还小的耶。谈到之前看到安娜在张惠妹高雄巨蛋初登场的影片，大赞安娜舞技高超，真的很厉害。安娜左拍摄新歌《我无法懂》的 MV 邀来蔡凡熙，右担任男主角。 EMI 提供，安娜深情诠释抒情新歌《我无法懂》的，与蔡凡熙在 MV 更有不少对手戏，一度让安娜羞到脸颊泛红。蔡凡熙听闻安娜的爸爸管教严格，连忙对着镜头跟安娜的爸爸喊话，安娜爸爸放心，我有隔很远哦。相关影片来源 YouTube， 如遭一出镜请见谅。